你好，早上的10:20，今天2020年的8月18号，星期二，社长跑到了医院啊，跑到中心医院来这边验个血啊，3个月回诊之一次的验血啊。那么，我们人会生老病死，刚刚看到很多推轮椅的进来看病，他们都老了，不是请外劳，都是自己家人。真是很可怜的。那么社长呢？还好，脑袋还保持清醒，手脚还很灵啊，手还可以，左手还可以动一动，开个电动轮椅，出来拍拍照啊。所以我们人要保持清醒，不要得到失智症、健忘症等等等啊，巴斯金症等等等啊。那么这个现在我们来听听看。这边志工在弹的钢琴，一早回味一下伊丸的钢琴啊，他目前弹的歌曲啊，美酒咖啡，不是没有加咖。哦，美酒加咖啡。好，你看看，我想看这块病史一大堆，这个抬推轮椅的，啊，这是社长呢在中心医院的报道。昨天我们午餐酒会员是啊，尾数有中零尾啊，我们用16跟32，他却要开2630啊，2628 30，那没有办法的事。今天我们继续努力。啊，按照上个礼拜也是礼拜一不中，礼拜二中，礼拜四中，一个礼拜只要中2次就赚钱。